I got my pieces out in Georgia. I go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.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, yeah.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th, yeah. And I see you. 今天收到吉印的包裹啦，要来开箱咯。来台湾之后，我还是很喜欢在淘宝购物，因为没有你找不到，只有你想不到的。有些商品加上运费也比直接在台湾买便宜很多，我就开始研究很多吉印公司的价格时效，后来固定用台吉印公司，我已经用了快十次了。我一般选海快包税，大概五天就能收到，快十斤的包裹运费也只要370台币左右。You ain't sure, yeah, but I'm for, yeah. All I could want, all I can wish for. Nights alone that we miss more. Days we save. 哇哦，这个杯子真的太好看了，很有春夏的 feel， 用来泡茶，感觉茶都更香了。这个玻璃很厚实，质感很好耶，重点是超便宜。我当时是想要给杯子配一套，所以另外找了类似元素的玻璃碗。之后杯子用来装牛奶装茶，玻璃碗用来装水果和小蛋糕。妈呀，这个盘真的是让我少女心爆棚。它是奶白色的陶瓷盘，配上一圈粉嫩的水彩小花，很英式复古。这两个都是玻璃保鲜盒，容量很大，有650毫升。蓝色的是小熊和小雏菊的图案，都有胶圈和锁扣，密封不漏。粉色的是兔兔和郁金香，用途非常多，可以做燕麦酸奶杯，也可以装汤装粥都行。Thank you.